大家好，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先点个赞。如果没订阅的话，你就订阅一下，谢谢你哦。大家好，今天过来唐人街，我们现在去那个什么呀？孔子大厦。听说孔子大厦有什么樱花树给人偷了？哇，对面华丰快餐。哎，现在排的都是华人呢，怎么没有看到老外在排队啊？这没几个人，十个人左右。前面就是孔子大厦了。孔子大厦这里很多樱花树的，市政局呢种了七棵。哦，对，有五棵是市政厅种的，还有两棵是那个孔子大厦人种的。现在都锁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这个是刚种的吧？这一棵呢被人扒走了，树也要偷，这棵给人扒走了。这些小树啊，刚刚种的，可能是这些也锁起来了，这个怕给人偷了，你看把锁链给锁起来。大的话呢就扒不走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，这里啊，好久没来。我时常来唐人街，但是它没有开花嘛，现在开花了。这也是锁起来，你看，刚刚浇水的，偷了一颗，就是前面那个偷了一颗，可能偷回家里去种吧，因为这个树非常难找吧，应该是，要不然怎么要偷呢？哇，这里都是小树啊。长得非常好看，它有自动浇水啊。嗯，这棵也锁起来了，真的很容易偷，因为这么小嘛，还是刚种的。像这些就不用锁啊，这些可能种了比较久，比较大棵嘛。这些刚种的就比较容易挖，真搞笑啊！这里很漂亮啊，环境。哇，你看对面利口福，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偷树。这些他就，这些大的就偷不了了，是吧？那根已经长到里面去了，刚才那个还是比较浅的。住在这里的住客也傻眼了，啊，这个也要，这个也要锁啊，不是吧？这么大颗，锁链锁起来比较安全，是吧？车啊、人啊都要锁起来。现在树也要锁起来，商店的货物啊也要锁，树也要锁，这个美国怎么了？这里很阴凉啊，这里。原来这里这么多樱花树，我还不知道。嗯。都是樱花树啊。
现在的贼也太猖狂了，什么都偷。哇，这里的大麻味真重啊！这条就是迪卫神街，后面就是 East Broadway 福州街。哦，这里也有樱花，孔子神像，不是神像啊，孔子像。到对面看一下，时间快到了，今天也是很多游客。这家呢以前是 Citibank 非常有名的二号鲍梨街二号，今天还没什么客人呢。我还没吃过兰州拉面，今天南华还没排队，古早味啊，这些也是刚开业的吧。这家吃过好两次了。看到这里写的什么东西，呵呵，不能丢垃圾。唐人街就是很多华人的元素在这里。今天呢，周末，但是客人不太多，还是太早了，12点现在啊。水煮鱼。这条就是骂街乌街，它叫乌街 MOTT。哇，好香啊！这条街最多游客的，呵呵，而且唐人街美食也多。哇，国际饮品源自台湾，什么时候开业？可能就快开业了吧，装修了差不多了。今天没有疯狂排队，里面还是有几个人。
喂，这里有一部小米啊，小米电动车，一样的颜色，搞笑啊。这一条呢是伊丽莎白街，对面有一家就快要开张了嘛，吃鲍鱼的Mr. Bar， 红烧鲍鱼还没装修好啊。啊，面钮已经有了，你看有面钮了，不是这个外卖的面钮，他们工作人员吃的。我以为面钮已经有了，但是没开业。它前面就是酒店了。哇 ，Tokyo 烧肉还是没开，嗨，还是没开。这家是卖咖啡的，这种小店很忙啊，很多人在里面啊。年轻人的世界，这条就是 Canal 街了，坚尼路最繁忙的一条街。这要干嘛？飞达面包店啊，招牌也换新的，很漂亮啊。这里真多人啊，这里这一条就是茂比里街，都是卖这些纪念品。川普的帽子，你看。我哋过咗龙啊，应该嗰条路转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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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
很多这些小商店呢，都是印度人啊，可能印度人和巴基斯坦的吧，不知道哪国来的。很少华人开这种店，你看整条街都是啊。这里也卖假包、啊。哇，这么多游客这里。这里才真正看到老外游客。在这里用餐多惬意啊，好享受哦。现在还没开始。干干净净的，你看地下扫的，看到吗？意大利这条街、啊、够干净的吧。又有小店铺，冰淇淋啊，好像越来越多新店啊。 Bobby John Bobby John Pizza拍啥？拍广告吧。嗯，这里看。这我就不懂了，什么东西？都是卖甜品的。他们的雪糕，你看。9块钱一杯，哦，两个 flavor， 两个口味9块，一个口味7块半嘛。还有很多蛋糕啊。这就是马来餐，很多时候说要来吃的都没来。咦，这里为什么封街啊？发生车祸了吗？可能发生车祸。嗯、哦，你看，
这怎么开车啊？刚才这里发生车祸，爱心鲜超市，这样子的话后面就堵死了。走在路中间了，没车进来了。这边都是长者买菜，你看。物街啊，我又跑回来物街。德昌超市。这里也有卖菜的，在纽约有一张执照，很不错的咯，是吗？有一张地摊执照，非常好哎。到外面来吃，看看人多不多，我也买一份。看一下，哇，刚才没有那么多，现在人多得不得了。不买了，这么多人，排到什么时候啊？五块五毛啊，当然人多了。这里也有烧腊啊，那这里没排队啊。这个呢，牛肉粉啊，越南粉啊，买一个叉烧肠粉吧。多少钱啊？叉烧肠粉，五块钱，是不是啊？六块啊，叉烧肠粉，
要蛋啊？唔要。唔要就叉燒腸粉，菜都唔要啊？嗯。生菜、芽菜、葱面嗰啲冚嘅。生菜、芽菜、香菜。啊？生菜、芽菜係嘛？生菜、芽菜、葱免費送一份俾你。係啊係啊。你要咩菜啊？誒，生菜、芽菜。生菜、芽菜。嗯。要一份咯，整制一份送俾你嘅。哦。咁啊，芽菜。烧腊饭买不成，买肠粉也不错。先到厕所去一下，看有没有人啊？哎，这里免费厕所，但是非常脏啊，先关机。刚才在那个西关肠粉买肠粉6.5元，看看他有没有发生的那个什么呀？肠粉蛮好吃。它还是有辣椒的，酱油、辣椒。它的价格比肠粉蛮贵哦，肠粉蛮5块钱。昨天我吃肠粉蛮加1块钱鱼蛋，一共6块钱呢。这里就要6.5元了，尝试一下看它有什么特别。很滑，有一定的水准，不错。我过来这里，走过来这里呢，已经快5-6分钟了，就没有变硬。很滑，很好吃，可以推荐。非常好吃。